在粉粉嫩嫩的，开始跑酷了。金色跟金属楼梯，你叫黄金色的哈。现在接着过去。我第一次在这等。我第一次在这等。小小牢房。弟弟，你们听见？番薯、金属爱心，番薯跟金属不都一样？那我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个，太难了。现在我干嘛？你别走。无语的。下一个是这个吗？啊，这个不知道是什么颜色，但是绿色。绿色，绿色。在看影片，不知道有没有版权，我不知道。嗯，这要小心，我很怕掉下去。哎，我你看不到。这里我还开不起模式啊！这么复杂的仪表板，谁看得懂啊？那我要想办法给它起飞哦！我开不起模式，我会掉下去。One， 是脚吗？这来了，来了！还为什么是关掉？应该没有歪掉吧？这真美呀，当然美呀！如果选择美的话，不美的话你就会。像这样。真美的东西，所以我们要选。尴尬了，你们等着。太小吧，不是我的问题。看看你们看，如果选美的话，就要进行奖励哦。没有看到什么阿金不小心把那个播音器。那我臭不要脸一下。是理解的蓝色，世界盛宴。元素前进，拉着我，拉着我，这里啦！然后就从这里跑到班级里面。